沈梦辰，还有邢飞，粉红女郎。最怕拿到粉红女郎，因为我演粉红女郎的话肯定是憨妹，但是憨妹那个度如果你掌握不好的话，就很容易让别人看起来有点傻，所以我怕上台演过。哦，你这么演啊？拍的时候挺矛盾的，这种喜剧我不知道要放还是收。这个戏正常演的话怪怪的，但是也怕夸张。但是你有些地方还是适当的要夸张一点。算上你呢，这个月微博，算上你呢，这个月微博。粉红女郎这组感觉台词节奏也不是很舒服，演员表演的分寸感也没有确定好，我非常非常的担心。演员请就位。你想干嘛呀？色诱。你干什么你？交给我。小哥哥。交好。哈内。交给我了。他没撒谎。你们知道后面还有考题吗？